鲁神三问擂台赛，二哥压轴出场。何池呢是来打这个陈辉的擂台哈，然后和老二呢是最后一个出场的哈，毕竟可能是水平也是最高的，然后人气也是比较高啊，所以说压轴出场，应该说打出了两场操作都非常的优秀啊，而且我发现他打得非常浪啊，就被对手一直打的还一直在进攻啊，感觉很头铁。直接闪开了哈，能让闪身直接跳开，不跳的话就会抓到。好，跳击下 A 点中之后再接一个三 C。啊，老二呢也应该说是不负众望啊，最后拿的分呢也是最高的分数，八分啊。为什么只拿了八分才最高呢？因为别人都是七分呢，而且打八分的话呢是被限制了哈，打到八分的话就不能再打了，这个也是为了保护擂主啊。你看他一直在进攻。好，下棋点中撞起来，再升龙，拉后再卡距离，很多都是安全压。哎，这一把赌中，要打中和老二，还得用赌招啊，还来躲。哎，这一把怎么不升龙呢？啊，剩下一个小五弱，升龙不中，好，这套很疼哦，漂亮，再接一个正摇 C 啊。真无虽然很弱呀，但是爆发力还挺高啊，好爆一爆，但B再点下盘啊，这把没有判断好。再刚到接，再低也来，好，直接挑衅打死啊！好，点个赞接着看啊！这一把呢也是和老二爱用的角色哈、啊，也是大家喜欢看的角色。老二比较有看点的角色就是特瑞哈、啊，草剃晕点，好，重拳打晕，我都说了有晕点了，别动了。看看白色草剃精哈，白衣秀士能否带躺两个队友啊？后面两个五弱，这把不能穿上的话，后面也不太好打啊，因为最后还有一个红丸。好，荒耀打前冲，飞踢接上，继续。喂，刚好有缝隙哈、啊。好的，这把没有无视啊。哎，荒瑶毒瑶死了。好，刚倒再来，他的压制配合的非常好哈，什么距离该用什么攻击，让对手继续保持硬直哈，都有精算过的，都是肌肉记忆了。好，再一次刚倒，安全跳压下低，再打乱动。好，这一把刚不到哈，打得很低，再一次刚倒，无缝的压制啊，这怎么搞，我去，漂亮，这个时候还能空投啊，和老二这种压制一般人真顶不了啊。招，好，下盘点中升龙二段接上，出现了裸杀是什么鬼呢？嗯，直接发个波死了哈。好，关注修修不会走掉。